为什么有一个那个袋一直在闪？哎，我现在有一个袋子在闪，是没袋子是不是？那就是要该换了。可是这个好，就这个是就是电池，有电池，啊，五分，好，你的弹夹我看到，刚厕所的地方，厕所，你啊，那边厕所，为什么大家都呆呆的？看一下壮观的，好可怕哦！从那个。主要我靠，就是上个厕所，对不对？不会欠我药，我们两个一起。你这个弄错边了，漂亮的在里面，漂亮的在里面。这件外套很搭配这一条，太雄伟了。等一下拿我的帽子更搭，想到我头就痛。怎么？可以发卫生纸。要干嘛？我帮你寻找。要垃圾桶啊！后面有垃圾桶。妈妈是太干燥了，嗯，小姐小姐，你不要这样一直瞎照，浪费体力。这个问题，从来这里第一天就有这个问题。问题，他头上围一圈，这样真的会暖吗？那个？那个小姐，我也是我觉得，在飞机上就有人在吹，我是在去交接了。对啊。那我们就要冲去看。他们交接应该是要站上去而已吧。那个中正纪念堂看多了。对。我就想到一个点，你跟小姐是端的。
觉得你的蛋夹要给我了。你觉得你赶你赶快跟上帝讲一下，你感冒，希望你感冒赶快好。你真的应该发功吗？白痴，有我吗？当然是有，不然我干嘛上？特当没有他的了。有啊，我有当。好黑呀、啊！我有他，没有他的。在哪集合啊？大家乱。就是在这啊。会在微信？我不知道，管他的。也好，反正领队在那。对啊，反正你都在这边。你当时干嘛？来，先给我来，先给大家讲解，都讲解清楚。玉倩现在是哪里？现在是皇宫里。旧城堡区。旧城堡区。Old Royal Plaza。对啊。对啊。那会出现紧张，那这个是倒数，这样紧张。会吗？跳舞就会跳下去。